张艺兴受伤了，最近在横店拍戏的他，因为一场摩托车戏道具失控意外受伤。经过两天的检查，张艺兴目前已被送往韩国治疗，愿早日康复。2月1号凌晨，张艺兴所在的剧组老九门率先发布微博说明，称张艺兴在1月30号拍摄一场摩托车上的戏份时，不慎发生了坠车意外。那摩托车可能有点老了，然后那摩托车跳档了，对，然后摩托车就窜出去了，窜到一个坡上，撞到墙上，他就摔下来了。据在场的工作人员描述，张艺兴这次的伤势主要在腰部，再加上之前本来就有腰伤，事发之后他是被抬上担架的。经过两天的检查之后，现在张艺兴伤情稳定了下来，并且已经被送往韩国进行进一步理疗。这几天多躺着，嗯。